所以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的这个抗氧化系呢，就是 ACE。我们亚洲人哈，尤其是我们属于在长夏的这个天气，没有一天不晒太阳的了哈。OK， 所以 ACE 呢是我们很重要的。OK， 好，来第一个我们就谈谈维生素 C。那 Bio C 呢本身呢，我们有市场上有两种啦。OK， 一种呢就是天然成分，另外一种呢就是合成。大部分在市场上卖的 ，OK， 都是合成的比较多。那合成的原料来自哪里呢？啊，如果懂得化学的人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叫 ascorbic 的东西是能够从 petroleum 啊提炼剩下的一些 OK 产物提炼出来的，不用用水果，也不用用蔬菜，听懂没有？所以呢，人体对它这种合成的吸收虽然还有待考察，但是很多人吃了都好像等于没有吃，包括我的邻居那一天，他是古晋人，然后呢他就咳嗽，咳嗽很厉害，已经咳了三个月他讲，然后呢那天晒衣服他就讲，哎呦紧张哦，哎呦熬零条，哇跟着孩我的孩子讲啊，那洗袜洗个啊羞羞的拿去古晋就好了，他已经交代神头师了，我讲有这样严重吗弟，你就过来我救你 OK， 然后呢我就跟他在这里，如果你长期咳嗽啊或者是喉咙常常不舒服，这个压下去有没有这个地方OK， 这个叫什么穴我也忘记了。总而言之，你可以常常按摩 ，OK， 或者是你用刮痧板，是不是？刮一刮还会红的，听懂没有？如果这边呢，也可以说是靠近胸腺的地方啦，听懂？但是它不是胸腺那么简单，喉咙的问题啦 ，OK， 常常有痰啦，咳嗽啦，就刮这里，听懂没有？然后刮一刮是，然后我又送他一些营养 ACE 啦，我就给他，那个晚上他就没有咳了，就可以睡觉。第二天他就拿了一堆钱过来，侯先生我要跟你买营养，然后最后买完过后呢就是那一天过后就好了，到现在好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聊，诶其实很奇怪哦，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吃维他命 C 的哦，我吃的维他命 C 也很贵的哦，500-1000的哦，那个 MG 啦，这么没有效啊，你的酱有效的啊，你自己懂哦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不是多跟少，对不对？是有没有效的吸收，听到没有？所以呢我们的维生素 C 它不叫维生素 C， 它叫 Bio C， 听到没有？所以 Bio C 呢它是提炼来自阿斯罗拉樱桃柠檬，明白没有？然后呢每一颗有250毫克的维生素 C， 然后还有这个30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来自罗拉姐的阿斯罗拉樱桃，所以呢我们身体对这个营养素的吸收英文叫 bioavailability， 听到没有？是跟 synthetic 的肯定是有差别的，那多少%我们不知道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它的有效，所以呢卖了很久了，70年了我这罐 OK， 所以维持健康的牙齿，所以如果很容易黑青的 OK， 然后呢流牙血的朋友啊，皮肤想要美白啊，收缩毛孔的，听懂没有？那很多人讲，老师那些人哦讲去美容院打针比较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副作用？各位朋友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自作孽是不可活，这些美容院干的那些勾当我跟你说都把那些女人给骗到半死，你知道没有？听懂没有？他有的人去打那个眼睛，有没有讲要消炎丹，有的打到眼睛这样，听懂没有？啊，那有的去整鼻子，整到见变成鼻窦炎，听到吗？有的还更恐怖，去弄那个下巴，有没有弄到不会好，那生一粒浆好像小丑这样，哎呦自爱啦，你能不用这样做的，不用这样搞的，搞得这样，听到没有？那现在还更恐怖，得嘟嘴唇有没有？得嘟嘴唇给他看到像红红，那个更恐怖。哎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我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测试表啊，嘴唇黑就是代表你的脾脏肝脏不好啊，嘴唇红就是代表你的心脏很热啊，粉红色就是你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属于操作正常啊，你去得嘟，听到没有？有的人还打肝细胞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些人已经走火入魔，违反自然规律，必遭天谴。所以你看 Michael Jackson 没有避雷，避雷了，明白没有？他就是因为药物过量死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他没有认识我，张国荣也是，为什么他死你懂吗？没有来听我课，
明白吗？你听我课你会注意的哦，哎，躺在几时 OK。 所以各位朋友，真的人一定要心里有真理了哈，就不会迷失那么厉害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维生素 C 它能够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，所以呢，如果常常流鸭血啦、黑青，我们能够吃，长期吃能够有美白的功效，黑眼圈吃多了也会好，明白没有？然后呢，如果皮肤啊，你的有没有人皮头发很干燥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干燥开叉？有没有早上睡起来蹦，像母夜叉？是维生素 C， 有没有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到你头发会下来了 ，OK。还有维生素 C 呢？还有什么功效呢？尤其是那些长期服用药物的朋友，维生素 C 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。听到没有？我们的血管就好像那个 rubber 啊，它会可以有 elastic 这样子的。维生素 C 一不够，结缔组织形成不完整，它就会一把就泡了。听到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的站到脚跟断的？听过没有？你们没有哦。SP 昨天就两个站起来问，一个是自己的妈妈，一个是人家的妈妈，听到没有？脚跟断就是维生素 C 不够，明白没有？所以维生素 C 是很足够的，也很重要的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尤其是我们这样在日晒的人一定要喝要吃 OK。 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卵磷脂一，外面呢他卖的这个维他命、哦、是维他命一罐，卵磷脂另外一罐，两罐加起来价钱就很贵啊。血管不是韧带，韧带就好办，血管就很难办了，明白吗？后面不是有大根啊，有的人站久了他的静脉不是曲张，有没有？那些会破会断的，懂哦？就是维生素 C 不够啊。OK， 好，还有吗？当然维生素 C 不够，韧带也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扭到的朋友啊，全部都是你的韧带没有弹性，维生素 C 也能够改善。 OK， 还有呢？没有了哈。 OK， 好，来，所以呢